过年了，过年了，介绍菜系。二龙戏珠，发财树，五谷丰登，鞭炮齐鸣，朵朵开花，搂钱卡子来了，多宝鱼，烧烧果实，奥龙，大姨熬的皮冻，双飞鸡翅，万紫千红，韦伯的翅膀，赌花，韦伯的手指头，韦伯的眉毛，韦伯眉毛那色的，韦伯的耳朵，韦伯的脖盖，这是韦伯他老大，韦伯的肋条子，7.62超韦伯脚趾头，炸电池，龙珠，这是韦伯他二虎没接上的，啥玩意儿？韦伯说给粉丝们做一个年度报告视频，有点长，希望大家看到最后。大家看我们一年了，我和大姨也被折磨了一年，我可挺好，虽然孩子偶尔发神经，过年了也该找个对象了。发不发神经的，我先给你梳梳头，别整了，大过年的你又发上神经了。无论是哪里人，只要能接受咱家孩子有毛病都可以结婚。孩子毛病在哪儿呢？拉神经。哎呀，过年了别整了，整的挺好的，过年了，这过年了还不整？这过年谁整的？这小花朵好啊，瞅瞅。不是花，欢迎大家来吉林玩，有冰雪大世界，有长白山天池，让小韦伯给你们当导游，请你们喝酒，请你们吃铁锅炖大鹅。开炮！祝大家龙年大吉，新年快乐！起来吧，孩子压完了，行，爽。Whoa.